东哥，好久不见啊，东哥。东哥，什么时候开始玩这个？前几天去广东，一哥们带着玩的。那个多少钱？我给你。哎，东哥，我们现在呀都不收现金啊，用微信。哎，东哥，微信我们用的呀都是比特币，不用微信。 比特币啊，外汇啊，什么外汇？那叫区块链。这东西啊，没有交易记录。改天我教你啊，我先走了。比特币，区块链。 死了以后，程队长给他的妻子账户打了几次钱？你们查过了吗？查过了，他妻子也不知道是谁给他打的钱，他也不认识程队长。能确定和毒品交易无关吗？我们之前就查过他妻子，他妻子没有参加任何的贩毒行为。他人现在在哪？什么都问不出来，就让他先回去了。 叶兰，那这资料我拿一份没问题吧？拿着吧，就给你印的。麻烦了，客气。不过说实话，我也不相信程队会做这样的事儿。举报他的人肯定比我用心。 袁老师，袁老师，我在二楼，他怎么也不进来啊？好奇怪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你以前在这儿见过他吗？没有。 你躺着别动，还是去医院吧。干我们这行的，流过鼻血就得去医院，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？其实那天我在你车里看到 CT 片子了。 局里组织的体检，这视频我考一份啊。那你刚才说他一直看着云浩，为什么呀？我也想搞清楚。其实你不必时时刻刻都绷得这么紧。我觉得，和亲密的人在一起，你可以适当忘了自己警察的身份。
我约了人民医院的专家，下周我陪你一起去做一个全面检查。谢谢你。我认识你，骆队长。你认识程队长，对吧？他为什么要给你转钱？你们该不会以为程队长跟费正有关系吧？没有吗？程队长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身体不太好，他给我转钱，完全是为了要给我治病。给你治病，程队长为什么？不要误会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就明白了。费东东，云浩就是费东东，他是我和费正的孩子，19年前。咱们走，开车就走。儿子，对不起啊，别怪爸爸，带着你咱们谁也走不了了。以后咱们就自求多福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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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你看。后来你是怎么知道孩子在程队长那儿的？费正死后，程队长知道了我跟费正的关系，他就过来调查。他看到孩子的照片以后，他才知道，原来费正就是当年逃跑的那个毒贩。你没想过去认孩子吗？那时候，云浩已经上初中了。而且程队长他们一家人对他又特别的好，那么大的孩子肯定接受不了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毒贩，况且这些年我身体也不太好，所以程队长是个好人，您也是个好人，云浩有你们照顾真的是他的福气，我特别的感谢你们。那这件事你不打算让云浩知道了是吧？我现在就这个样子了，我不想打扰他，
我只想着能远远地看着他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也是我跟程队长的约定。你有我的联系方式，有什么需要随时打给我。好，谢谢你，陆队长。累了，给你买的表喜不喜欢？妈妈帮你把手表戴上啊，以后呢，无论你到哪儿，妈妈都能知道你在哪儿，好吗？燕姐，云浩，燕姐，你找我？来了，云浩哥哥来了。看什么呢，乐乐？乐乐他情况越来越糟了，晚上要醒好几次，白天也不说话，就盯着那段视频反复看。看医生了吗？医生说多少有点应激障碍吧。我爸还有高川都不在，就加重了。能治吗？他太小了，不能用药，所以医生说要么就学点乐器，能转移一下注意力。学钢琴，童姐，她肯定能帮上忙，是吗？童姐，云浩，童姐，这是燕儿姐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燕儿姐想请您教乐乐弹钢琴。Hello， 乐乐。乐乐，没事儿，让孩子摸摸琴，咱们这边坐吧。云浩，哎，你照顾一下，那儿有水。哎，好的，孩子。哎，好嘞，冬姐。
觉得刚才我弹的这首曲子好听吗？好听。那你想不想学呀？想。那你看啊，这个长长的键盘上有多少个黑键，多少个白键，你能不能帮我数一数，一会儿告诉我好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袁老师，乐乐怎么样？我觉得乐乐挺喜欢琴的，应该没问题。我倒也没有希望他将来当什么音乐家、钢琴家，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开心一点，别到时候真的变自闭症了。袁浩也跟我提起过，你放心，不会的。那就拜托你了，袁老师。别见外了，帮你们冲杯咖啡吧。谢谢同学。乐乐没准什么病都好。二十六，二十七，二十八。云浩，昨天洛松来我店里。他去干嘛？他来跟我说，高川死了。姐夫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，燕儿姐？只是枪击在江面上，尸体没有找到。我有点不信。不是，燕儿姐，你知道的。我姐夫有多厉害，他在毒贩那儿，他刀卧底，他都没事，他怎么可能死啊？我不信。我也不希望是真的。但你想，如果不是真的，怎么可能这么多天都不见人影呢？好吧。谢谢。
没事，妈妈没事，乐乐乖，快回去睡觉吧。我想姥爷，想高叔叔，我睡着了能见到他们吗？能，肯定能。来，抱抱。怎么样，川哥，能对上吗？怎么卖给你了？啊，我一小兄弟给我的，没要我钱。他们现在都用那个叫什么？区块链支付了，用那个叫丘比特币。比特币？啊，对，比特币，比特币。钱是换成了比特币，这货还是老货。那你是不是怀疑这些人也是费正的人？我现在对费正没什么兴趣，我就想知道这货到底是哪来的。我明白了，那你现在是怀疑你师父的死跟这个人有关系？费正跟我师父死了，那这个人就是最大受益者。哦，那这么说你师父贩毒的事儿也是他做的局？那这人可太厉害了。他再厉害，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这个人病殃殃的，我还以为他是修的。就别瞎打听了啊！哎，我也要问，我们该到处想噻。是是是。哎，你都给我说一下吧。哎，你给我说一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真的好奇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进来吧。您好，我是您女儿聘请的律师。我说过了，不上诉，没关系。具体情况您女儿都已经跟我说了。我觉得您女儿真的挺关心您的。她在说这些的时候，眼睛都哭肿了。有话直说，别兜圈子。这个案子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，我发现凶手在现场做了一些技术性的伪装。秦先生，请恕我直言，您知不知道什么叫金属耦合剂？我看过您的资料，您小学就辍学了，后来接替你妈在大厂里做学徒，再后来因为打架。你查我干嘛？我调查这些，警察也会调查。如果想要上诉成功的话，我们必须得知道对方手里有什么牌。那个人贩子的确是我整死的，不过伪造现场妨碍执法的那个人是高川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想替他顶罪，这一点我很佩服，因为现在像您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。您可能还不知道，
您那个朋友高川已经死了。他死了？对。这个消息来得刚刚好，我和秦小姐已经商量过了，鉴于您朋友高川已经死了，所以您也没有保护他的必要了。现在的情况对你非常有利，我们必须要充分利用好这一点。你什么意思？您再好好想一想，那天弄死人贩子的人是你还是高川？我懂了。您懂？不是秦先生，我还没懂呢，您怎么就懂了？秦先生，去你大爷的！不是秦先生，秦先生，您听我说，秦先生，秦先生，您听我说呀。两个月前，分局抓获了一个器官贩卖团伙，当时漏网了一个重要成员。是这个？对，邱晶。哎，乔博士，这个案子是谁负责呀？乔博士，当时是二大队负责的这个案子，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，刘伟生前一直和这个器官贩卖团伙保持联系。这说得通，因为刘伟不是肾衰竭吗？肯定是想找他买器官换肾。没错，刘伟生前最后通电话就是和这个邱星打的。那后来他们抓到邱星了吗？没有，今天二大队在石阳大道药厂小区里发现了他的尸体。这案子咱们得接过来。我去跟黄军说。不是，我直接跟二大队沟通。倩倩，你准备做尸检啊？哦，好。你要是没有状态就休息几天。干嘛去啊？黄局，我去。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走，跟我上办公室来吧。陆松啊，案件交接有严格的规定，你这么插手二大队的案子合适吗？可是这个案子跟江里发现那具尸体有关联。可是你怎么想的我清楚，刘伟是老城那个车祸的肇事司机，你想一鱼双吃，对不对？老城这件事儿是由省厅的专案组负责，你和我都不能插手。德松啊，老程是你师父，老程也是我的老同事，你的感受我心里清楚，我也不希望这件事是真的，可揭发材料毕竟是你报上的，开工可没有回头箭呢。我明白，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。刘伟的案子正式移交二大队，他们那边查出什么线索我及时告诉你。谢谢黄军。什么？你要我爸把罪名都推到高川身上？我靠，你他妈还律师呢，怎么净出馊主意啊？秦小姐，哎，别喊小姐啊，听着烦，听着烦。是，这事儿我应该提前跟您商量。商量个屁！我了解高川，这事儿如果是他干的，他绝对不会丢下我爸，让我爸顶罪的。但现在谁干的不重要。行，那你说说来，什么重要？把罪推到他身上，让他成为罪犯，这个事儿重要，对吧？但他现在是死了的罪犯。我没想到你是这么卑鄙的人。秦小姐，我就算再卑鄙，也是帮您父亲脱罪。你想一想。您父亲多大年纪了？我那有一份他的体检报告，血压、血糖、血脂三高，还有心血管病。就这种情况，能在里边熬几年？我知道您父亲不是坏人，高川也不是。那人贩子虽有余辜，但法律它有法律的规则，必须有一个人为这件事付出代价。那这个人是高川还是您父亲，对别人来说不重要。
对您呢？对您的家庭呢？林小姐，高川现在已经死了，这么做对他没有任何伤害，而且就目前来看，也是对您父亲最好的选择。你想一想。瘦了，也变老了。那个降压药，你要记得天天吃啊。单位上赔的钱，你谁也别给，留着给自己养老。小茹，你在那边好吗？妈好想你。我还好，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怕冷。你有空，再帮我烧两床棉被吧。烧。妈给你烧，妈给你烧。妈，您别哭，我以后再上来看你吧。你别走，再跟妈多说两句啊，小茹啊，再跟妈多说两句啊，小茹，你别走啊，小茹哎，人走了，人走了。还有谁？干什么？手机交出来。凭什么？我没拍。再说，拍摄也是我的自由。天机不可泄露。小伙子，赶紧听大师的，如果触怒了神灵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对，要报应他们的。哎呀，行了，神经病吧？就这种江湖术士，你们也相信？孩子，你咋说话的呢？啊，你又不信，来这儿干嘛呢？大妈，我来，我就是揭穿他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一定有同伙，他把你们所有的信息都调查清楚了，然后外边同伙就告诉他，是不是有耳机？来，耳朵里，我们看一下。来，干嘛？你疯子，你给我松手！疼！心中不存敬畏，恐招协会纠缠。不是，被剥夺，恨我于世。
穿陷于执着，深深渐渐落。